第四堂课，细节描绘。本堂课呢，会开始啊，针对暗部的描绘、亮部的进阶描绘，有全程的这个详细的示范，还有线条稿要如何处理，风景里面的这个天空的云朵的细节，还有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街灯、车灯的一个细节描绘处理的一个技巧。还有呢，油画笔刷的这个质感的一个加强，及最后细节的一个修改